一诺，赵定思这帮阉人好数屠宰卖民，我没有钱，也没有门路，你不一样，你父亲是太傅，你的家人一定会来救你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也救救我好不好？ 我父亲要真把我当回事，就不会让我替弟姐入宫了。我娘和我妹妹还在家里等我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还想再吃一口我娘做的桂花鱼。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？ 怎么就非死不可了？我们不会死的，你别唬我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们就一定不会死，绝不会。 记得你刚入宫的时候，爱穿绯色，我去。万岁爷可是把你捧在心尖上，除了你，再也没人能穿绯色。可是再艳的颜色也有不合时宜的一天。万岁爷爱你的花花俏俏，不如你下去半价。 这一身缟素，还是留给本宫吧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儿子只能叫本宫母后，只能给本宫下跪。容儿，你个毒妇！我杀了你！ 娘娘，请。 娘娘不是同奴才说好了吗？只要福利荣王，荣登大宝，就算万岁爷不在了，有奴才在，您依然是六宫之主，又何必急于此时做绝呢？本宫就是看不得那个姓邵的贱人活得得意。 天气好冷啊，给本宫捂一捂。奴才是个残疾，身子污秽，不敢对娘娘不恭敬。